嗨，Hi, 我是威力。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！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，用研究改变你的财商视野。今天题目是零零九四一中线上游半导体观察，半导体 ETF 补完计划，敢搭 AI 浪潮吗？收入外星科技成分股，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啊！近期呢，这个零零九四一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，那也有朋友陆续给威力留言，想说来看一下成分股。那我看了一下，里面有些公司啊，它真的是外星科技的类型的公司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像也有蛮有意思的，来研究一下。那筛选机制看起来。 也不是很复杂，于是我们来看一下有何卖点。那我看啊，社群上有些朋友开始做认购。当然了、啊，这一档它里面是不配息的。那成分股是关于这个上游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。那它有一些优点存在啊。那有很多朋友感到有兴趣来投资，那我就觉得来关注一下。那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半导体的 ETF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也来观察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属于半导体的 ETF 的补完计划、啊。那当然，等大家来看到这一季的时候，它的申购时间已经结束了，但是上架时间 IPO 上架的时间还没到。 所以还是可以来看一下，到底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大家。半导体 ETF 补完计划，其实在这个整个半导体 ETF 台湾所发行的。 这里面其实它已经有陆续很多档类型的。那像台湾队有什么？中信关键半导体是零零八九一，富邦台湾半导体是零零八九二，星光台湾半导体三十是零零九零四，群益半导体收益是零零九二七。那世界队有什么？国泰费城半导体是零零八三零，跟兆丰洲际半导体零零九幺幺啊。那八三零跟九幺幺，原则上八三零是追踪纳斯达克的费半指数，九幺幺是追是追踪这个洲际半导体指数。那这两档都是以北美啊，尤其是美国挂牌的半导体相关的公司为主。 所以你在做投资的时候，台湾队跟世界队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。当然，世界队还是以美国的为主啦，那原则上这些 ETF 都有配息，只是配多跟配少的。那近期像零零九二七所推出的，它针对收息的高息这个部分，它有特别做加强。那如果你对不卖股现金流比较有一种需求的朋友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去考虑到这一档。那台湾队 ETF 半导体啊，原则上像这种主题型的半导体，这种半导体题材啊，不管其实不管半导体啊，只要是这种主题型的。 的 ETF，大家在投资之前，你就要先有个认知，你是真的对这一种主题是相当有兴趣的，而且你也了解它的风险是什么。因为你选主题嘛，它就是特定产业，很显然的，它就会有什么产业风险嘛。所以你在投资之前，你就是已经想好，哎、欸，我是会有产业风险的，我可能就是选到这些类型的公司，那我投资我适合的比例，我可以承受波动的范围。于是你去做布局去投资，这都很好。我看 FB 上有些大大会提到说啊，他要把什么主题型的 ETF 通通卖光，他要去买类似。 这种大盘指数的 ETF 就好。其实我觉得也不必嘛。比如说，你今天你喜欢吃菜，那你你也不见得说你一定所有的菜都要吃啊。你也可以只吃其中某一种有特色的、某一种口味的菜嘛。你在投资。 的时候，你要了解一件事情，你所组成的 portfolio，它就是一个交响乐团。有的人是负责什么？好，比如说打足球好了，有的人可能是在后卫的是前锋嘛，啊，打足球或篮球啦，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。所以你不未必是所有的 ETF 都是要担任某一个角色。那像主题型的类型的 ETF，它可能就是在你的团队、你的 portfolio 里面担任其中某一个特色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手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零零八九一是中信推出的，主要呢它是 ESG 反映台湾半导体的上中下游产业链，代表。 整个企业整体之表现是绩配型，星光呢，它是出零零九零四，它是以台湾半导体龙头的企业成长兼顾吸收，那它是绩配型的，那是以市值前三十大的股票。 作为成分股，那富邦是零零八九二，那它这个部分比较特别一点，它有区分哦，半导体制造跟非制造，非制造当然就是相关产业链啦、啊，那它还有纳入了营收扣销货成本的一种筛选方式，那有别于传统市值加权半年配置，权益零零九二七呢是半导体加精准高级，是以 smart beta 的方式来做选股，当然 smart smart beta 方式其实里面就比较复杂一点，它有例如说有看 ROE 啊，或者是看盈余成长率这些因子的计算方式去筛出三十档。 股票，当然它的特色是什么？精准高息嘛，所以它有依据宣告股利的方式来去去做一些筛选。我们来看一下中线上游半导体的一些基本资料。 基本资料里面有提到，经理费零点九 percent，保管费零点二 percent。那有朋友在社群上讲，哎、欸，这個、东西怎么这么贵，零点九 percent 啊？那有朋友呢是觉得说，啊，其实这贵无所谓嘛，会涨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当如果它可以涨个三十 percent，那内扣零点九 percent 不也是还好嘛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会觉得说，这部分就是给投信嘛，投信那么辛苦帮我去管理这一档 ETF，我难道不需要给他费用吗？那有另外一批的朋友会觉得说，我都还没赚钱，我就要先固定出这么多钱，是不是感觉很不爽啊？我觉得这这些观点都。 都没有错，就看投资的人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，这个都没有对错，你只要去选择适合你的东西就好。挂牌呢是十五元一张一万五，其实也不太贵啦。啊。因为有些朋友他所的所谓的贵跟便宜是以股价来看，那有的人是看重价值而不是股价。如果你是看重价值的朋友，你去买零股其实也是一样的。那风险等级是 R 四，没有配息，五十档标的，没有配息这一点呢，对有些朋友来说反而是优点。比如说他已经有太多高股息贴，他已经有太多五十息了，那对于他来说，那没有配息这档标的他会。 会涨，其实在他的整个 portfolio 里面担任一个前锋的角色，去赚到超额报酬，就是很适合的一个角色嘛。指数的调整频率是一年四次，指数机器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，发布日是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七。我们来看一下 D N 的回撤，上游半导体指数跟标普五百指数啊，你看它用跟标普五百来比，那。 就是一个 benchmark，、er, 当然我们也知道它并不是类大盘指数嘛，它就是特定的主题指数、特定的产业，但是它要找什么比？没什么好东西比嘛，只好去跟标普五百来比呀、啊。今年是四十八 percent vs 二十四 percent，近两年是七 percent vs 零 percent，近三年是四十三 percent vs 二十八 percent，年化报酬是二十七 percent vs 十五，年化报酬率是二十一点五六 vs 十九点九六，夏普值是一点二八 percent vs 零点七八 percent。其实从这个整体的表现可以看到，绩效是优于标普五百，但是波动也相对。 会比较高一些，其实从这里面去理解也不难。好。 你想到这样的结果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整个标普五百指数里面，关于科技类型，尤其是又是半导体公司，那现在又流行什么 AI 浪潮嘛？从去年一直开始燃烧的 AI 浪潮，随着这个 NVIDIA 的关系，导致整个市场对于这种科技类型又 AI PC、AI 高速运算相关的题材非常的热衷，所以你会看到说整个市场趋势是往这个方面。所以你看，投信他也看到这件事情啊，他们所发行的东西一定是先去思考过整个市场的颜调，才去认真。 讨论出这一档东西，而且他会去思考现在在半导体的 ETF 里面到底还缺什么，他能不能补上这一块？那是不是就变变成一个半导体 ETF 补完计划？那像台湾队这么多可以投资的东西，那到底他现在要出什么东西才可以吸引投资人来投资呢？在这里面又没有又没有什么，有没有什么是更有 value 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方便的投资工具？我想这就是投信它所要提供给大家的价值啊。筛选机制的特点啊，它是里面是有提到说国家筛选是。 美国、法国、荷兰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台湾，那当然，你对这几个国家半导体相关产业链的东西，你是有想象的、有成长空间的这样子的人，你觉得这个东西？ 可以投资，那你才再来研究筛选的方式。它是以 R B I C S 产业分类营收超过五十 percent 半导体设备或者材料。其实它是叫什么名字不重要，你只要去理解说它有做一个基本的营收去判断，然后你要超过这样子的营收，它才认定你叫做、就是、半导体设备跟材料公司市值筛选、流动性筛选、半导体设备材料依据市值排名各选二十五档组成五十档。它的简单特点是这样，那细节呢，我们会在下一集跟大家做讨论。 零零九四亿的 DM 卖点，主打半导体设备跟材料商，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供应链。当然，如果你要以台湾这种中上游的角色来分类哦，我认为它应该不叫上游啦。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政府的网站，它有针对半导体产业链的分类的话，其实这它严格说起来，它不叫上游，但是没办法。 它在这一档 D N 里面，它是叫上游供应链。你可以去想象，就是在制作这个 wafer 相关会用到的材料或者是机器。那这个是在这一档 D N 里面所提到的上游供应链。那这些公司的优势是有什么？技术专利嘛，高成本转换，大者很大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些外星科技的公司，它所开发的内容实在是没人搞得懂他在干嘛，非常的先进。可能在你要自己做一样的东西，你要非常非常多年，你才有办法赶上。而且它已经卡了很多专利。 专利城墙的底下，基本上你要去突破它就相当的困难，所以专利技术是一个很大的特点。再來就是高成本转换，为什么？你看半导体的东西，它是非常昂贵的，一个 wafer 可能就非常多钱了，它一旦报废，可能就是几几亿、几十亿的消耗掉。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对于这些材料，它就会有一个依存、一个依赖，你就变得是你很难去转换。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哈，比如说你今天你加卖葱油饼好了，那你自己做一个独特的酱料，但是这个酱料你加上去之后，就会让你的葱油饼比别人还好吃好多倍。那这样子的一个酱料，它里面所用到的一些关键材料，你是不是就会思考说，我是不是改天我去换一个便宜的，我的味道就走味了？大概就是类似这个概念。你要去转换就变得非常困难，你要换材料就非常困难，因为你会思考到我这样换我会不会损失掉。 它本来应有的价值跟风味嘛，好，所以会有大者很大效应啊。有竞争优势，取代性低，客户粘着度高，因为不想换，换了可能这个 effort 啊成本很高啊。现金流优势，跟龙头寡占，跟溢价空间大。好，溢价空间大为什么？我不用你会死，我不用你不行，替代料少，那当然溢价空间就大嘛。毛利成长好，毛利年化波动度低。半导体制作啊，其实威力是读电子系的，我以前有去。 交大上过关于这个半导体的课程，当然我们学校也有了。那这里面就有提到说细晶圆的部分，其实细晶圆到一直做出真正的 IC，其实是有一整串的 process。这里只是简单描述一下，就细晶圆上光阻剂、曝光显影、印电路，当然这都是电上上说，我只是整理一下，有时刻、检测跟封装啊。其实，在台湾啊，有完整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，所以你看。 在台湾这边，这个整体的半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链，它其实是一个很难取代的供应链。为什么？当你要在某个地方开半导体厂的时候，就代表什么？你要带走整个供应链过去，甚至这些供应链，也许它没办法移植过去，你变的是材料要运过去，你变成要有运费。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哦，很有意思。他说台积电的东西拿去日本生产完之后，还要拿回台湾封装，那这不是很好笑吗？你的东西都在那边做了，结果你不直接做完在那边卖就好，反而你还要再运回来台。 做封装，当然现在是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。之前看到新闻有这样子一个消息，所以你就知道半导体整整个这供应链它是非常庞大的，你要移转它是很大的成本，而且也会是一个很大 effort，然后大家要花花出很多的时间跟努力。 那其中这里面有一些海外的关键公司，例如说像是 EUV 的极紫外光微影技术，那爱斯摩就是一个外星科技的公司，有顶级的 EUV 机器，同时它也是什么战略武器啊，历史上常出现禁止输出到中国。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，也许它有分等级啦。所以你看新闻上有提到说什么中国又被卡脖子，荷兰正式收紧 ASML 设备输出中国啊，这这个新闻其实陆续在过去几年都有出现。 因为每当美国人很害怕中国人会做出高科技的晶片的时候，EUV 就变成一个战略的武器，一个谈判的筹码。光主计的问题少赚五点五亿啊！刚刚跟大家提到关于这个葱油饼加酱料的问题啊、哦，你看光主计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台积电晶圆瑕疵事件，第一季营收。 估减少五点五亿元哦、喔，这个新闻是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出现的、喔，大概二零一九年那个时间点啊。你会发现说，哎，这个光主义怎么这么重要啊？它一旦品质有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，导致晶圆出现瑕疵。 啊，这个葱油饼就走味，不好吃就丢掉了哦，没有办法当做我的门门面嘛，卖出去就不行。当然，对于晶圆来说，上面的 IC 出现的问题，或是晶圆出现的瑕疵，这就是不能用的东西，就必须整批报废掉。它一旦报废，就是五点五亿美元。你看这个成本是不是很高啊？所以你你会随便去换上面的光主义嘛？我想这可能性就很低。即使你想要 cost down，可是你 cost down 的 a f 就超高。即便有新的厂商开发出来，台积电未必想要去测试它，因为你要去测试所花费的整套的流。 流程跟时间想必是相当巨大。我们来看一下前十大成分股、喔，里面有信越化学。我、喔、看了这档公司哦、喔，它大概已经成立一百多年了，相当厉害啊。但关于这光主义啊，或者是其他微的晶圆制作相关，它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琢磨。还有科林研发、艾斯摩跟东京威力科创、应用材料、它硬材、异化空气、科雷跟巴斯夫集团、林德集团跟气体产品与化学公司，大概十大成分股就有这些啊。啊，以前威力有的朋友是在科雷上班啊，我就知道说他常常要去台积电修机，就是修那些半。 半导体设备啊，那我看他过年都没在休息、欸，没办法，因为台积电它也是二四二四小时全年无休。那当然，你相关在维修设备的人，那就是要待机，就是要昂扣，常常东西坏掉就要进去修。所以做这种半导体设备的 FAE、ER、啊。 哦，其实是蛮辛苦的，因为你是按扣的，但薪水是很高的啦，就好几可能有两三百万以上，这個、薪水就是很好的。只是说它的工时也是相对比较长一些。产业配置的部分啊，像美国部分是四十六点一 percent，日本是二十八 percent，法国是七点五 percent，德国是七点五。那设备制造是五十一点二 percent，材料制造是四十八点八 percent。其实在这个产业配置里面去看到啊，它就美国跟日本占比重相当重。那我们在看这些半导体的 ETF 里面啊，日本会占到二十八 percent，好像。 没有这么多。如果你特别针对。 日经指数一年来涨了四十二 percent 的朋友，你相当有兴趣的人，也许你就会对这档有兴趣。那因为我看有些朋友在讨论啊，像日本的日经指数最近呢表现不错嘛，那你看过去一年涨了四十二 percent 啊，所以对于这些相关的重点的日本的公司啊，你就会有一些想象存在。好，我们来到结论部分啊，从目前台湾投信发行的半导体 ETF 来看，的确国外成分股为主的 ETF 就零零八三零跟零零九幺幺了。那如果有漏，你再留言给我。而且是以北美挂牌的半导体公司为主，其他国家。 区域比较少，那台湾队的半导体 ETF、哦、又以台湾本地的公司为主，的确少了一些外星科技公司，那台积电它本身就是外星公司啊，只是说在其他海外的公司到底有哪些？如果你想要投资的朋友，往往你就变成是要怎样自己去投资个股，比如说你想要特别专注在这些所谓的上游产业链产业链的这些公司，你就必须要自己去投资个股。我想啊，节省投资人的麻烦就是这一档 ETF 的卖点啊。其中日本地区占了二十八随着日本的股市状况好的，的确是有吸引部分想投资日本区域科技股的投。 之人呢、啊？我我认为第一眼上他想要吸引人的卖点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分享，总是单纯的快乐，期待下次再见。